那个咱老翁仔某做伙来，你一定爱甲太太手牵条的，吼、哦、来做伙听这首歌。我若大概讲吼，我想要做你的家后，阮朋友拢甲笑，嘛，人阮后世人要搁做查甫，我无，我要做查某，我要疼阮太太安尼。啊、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就带来这首《换我做你的家后》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哦谢谢，好，好，挥挥手啊、哦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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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，你好，感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很温馨的。惦你心边，听你讲一句晚安，这个厝内因为有你才圆满。孤单三顿，为囝担问，付出这多，不捌听你讲疼。陪我打拼付出青春，时时拢有你这安稳。弟弟，我送你一张 CD 好不好？好哈，你真的很乖。我叫你问候区长跟议员，还有大，你要说大家好。大家好。不够大声，他说大家好，你要掌声鼓励，大声一点，一二三。大家好。真好。好乖哦，来。哇，弟弟，送给你哈，啊，小心小心哈，啊，这囡仔囡仔那样等你好不好？开玩笑开玩笑，来，谢谢哇，吉讯哈。真的，我很感谢现场这个朋友们给明扬这么多的掌声支持哈、哦、啊，其实今天来到这个所在，
我唱的这些歌，这三条拢是咱三立八点档的主题曲吼。按、这个娃娃这里给我个独家一首啊，不得已。所以希望讲恁闹手机啊，还是讲今仔无在，你等于拜托的。咱的影片你个点不得已，甲听看卖啊。这条歌是一个妈妈哦，因为伊嫁有一个先生。结果算生到一个囡仔无拄好，敢那有一点啊，敢那较低能安尼啦。结果这个太太逐工互因翁拍，讲恁啊，敢生到一个囡仔呢？结果这个太太为了讲，嘛无爱甲这个先生离婚，伊是讲不管啦，无有这个囡仔，无爱，互伊敢那以后变成单亲家庭。甲这个时阵，搁伫忍耐，伊讲伊不得已为了这个囡仔，一定安怎，一定要忍耐，甲互拍死嘛，甘愿吼。所以我每次你唱这条不得已，我爱你，唔通怀疑，上甜那只有你，爱的名字用酒泉刻在我的心，我爱你，缘分无尽，决定袂当搁丢你，想要。是不得已，他所有的辛苦都是只能跟提供别抗议，讲啊，这无法度，迄嘛毋是伊无法度啊。但是伊讲伊要欠足济钱，欠吼，付足济钱互因囝，伊惊讲有一天伊若翘起往生去，希望迄个小三袂拍因囝。哦，我你妈妈太伟大诶，真的是，我叫你卖委屈啦，你卖委屈，你离婚离你，你去甲许常德讲两分钟就绝对离婚，但是伊即马拢无爱甲许常德见面，伊讲伊就是无爱离婚，所以我们台湾就是这个坚强的女性，伫伟大，对不对？ Yeah. 哦，好，那希望大家能够拄只我唱这个坚强的男人也好，多一条不得已也好，希望可以当唤起大家的一个孝心，所以我去年嘛唱了一条叫《阿母的一生》。啊，甲拄只迄首叫做《啊啦，哦，我做你的家》啊，因为我做惊某，啊，所以吼，哦，我做你的家，我感觉讲，咱讲是惊某，但是其实是疼某啦。咱太太吼，按透早做甲暗时啊，足辛苦的。所以我甲这首歌 MV 拢是偷拍的，拍在我们的 MV 里面，可以看到我们家的全景。哦，我做你的家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天呢，今天咱的主办单位做用心的。哦，讲叫阮今仔日呢，一定爱唱一条呢国语歌曲，所以我带一首啊、比较老的歌曲，叫做《心恋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比较轻松的哈。有看到，有看到，谢谢，谢谢。我想逃，渴望呀，望一望，假装欣赏，欣赏一片花，只能偷偷看呀，看一看，就像春要浏览一幅画，是他给，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。虽然也想和他说一说话，怎奈他一心中有个他。哦，我发现很多人都会唱的哈、哦，来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哦，邱艺莲也会唱的哦，谢谢谢谢。我们这个区长也会唱，大家会唱一起唱，回忆一下哈、哦。我想偷望呀，望一望他，假装欣赏欣赏一群花，只能偷偷望呀，看一看，就像春要浏览一幅画，是他给，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。
的所在跟大家见面。谢谢心愿，好一首这个怀念金曲老歌。我想偷偷望呀望一望他，假装心上心上一匹马，只能偷偷看呀看一看，就像只要浏览一幅画，只怕对他知道笑我傻，我的眼光只好回避。国语歌曲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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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明老师，谢谢干杀，谢谢。好了，接下来这位歌手介绍出场的方式，我今天已经用了第二次，因为呢，之前在准备的时候呢，准备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，但是今天在前几天得到的这个好消息就是这样哦，恭喜金曲奖入围方言最佳女演唱人。入围的有，刚刚一开始是林乔安嘛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这位已经入围两次了哈，恭喜入围的是什么？吴森美。吴什么？吴森美。你们念那么快，怎么颁奖呢？恭喜入围的有吴森美，掌声欢迎吴森美第二次入围金曲奖。谢谢各位台中的朋友，大家们大家好，我是森美，先带来一首这个我的新歌，好，叫做爱的那句话，然后呢等一下有一点点小小礼物想说，那我就下去发给大家哦，待会儿再到前面来跟大家互动一下，现在都来继续关键爱的那句话，谢谢，有请老师音乐听了一个呢，一个呢，背后的一些恭维啊，那一种感觉。好，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的，谢谢区长，还有我们所有的长官、贵宾，然后今天来这边参加我们的花博晚会，谢谢大森，你的声音真好听，恭喜入围的是。
你这边哈，麦田荧光棒，麦田荧光棒，最后我就直接跟他握手这样，大声也不错啊，握手手比较贵，他要直接握手啦这样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刚刚好忙哦，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好可爱，他们很老实哦。我不用，真的，我觉得我们小朋友很可爱，他们很老。没有，我以前小时候，他们刚什么？因为我拿一把，他们就只有拿一只，就乖。这老实，他不会整个都抽走。就让我想起来，我小时候以前跟我爸妈说，以前妈妈。以前小时候，我妈妈说，那我下班要带回来什么东西？我说养乐多一瓶就好。她说真的吗？可是没有人卖一瓶。我说没关系，我只要一瓶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很乖。啊，回来你就真的只拿一瓶？真的啊，真的啊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一瓶养乐。你什么一瓶？你看他们好乖哦，那么多一大把，他就只拿一支。啊，真的。真的，就很像说好多小妹妹小朋友的好乖。就很像说我想看阿伯乐，结果这边开了一整排。阿伯乐是什么？阿伯乐就是这边的黄金树。我懂我们的活动，我了解了。对啊，我们的南靖盖黄金树啊，就是因为我们台中是最近我们在十一月份花博嘛，对对吧？阿丹家有一个很特别的阿伯乐，是这边好漂亮，很漂亮，就是黄金啊，黄金树哦，就是 IG 的打卡景点，黄金树的绿色大道，就是两排都是黄金哦，很漂亮，好漂亮，真的。可能因为现在是晚上，所以我想你基本上在看哪边？对，你白天的时候看你会吓一跳。当台中市民真的很傻，尤其是当东区的市民，是不是？东区还有南区。南区的市民，我们台中都很棒。嗯，真的。好，好。那接下来呢？今天当然要带来另外一首歌曲。OK。想说，平常比较少唱国语歌曲，就唱《没那么简单》。所以要得奖了。很简单，就是没那么简单。第二次入围了呢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蛮幸运的。上一次入围其实已经很。上一次入星光 People 菜，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始不太懂得什么叫做入围。入围。现在反而比较会怕哦。我知道你今天一直在讲，原来那都是你的声音。我现在有点想起来，因为我现在最现在才想起来，因为你的声音常常在我们家耳边听到。你到小巨蛋也是听到，欢迎各位莅临小巨蛋，请收走您身边的随身的物品。哎呀，难怪我觉得你这么亲密的感觉，原来是常常在耳边，常常就是在那耳边耳虫。对，我们常常如果看那个 YouTube 重播啊，或者什么金曲奖的那个入围名单，都是您的声音，所以听到声音都是连不起来吗？大声哥的声音。所以听歌比较重要，对不对？接下来这首歌曲要得奖没那么简单，但是要付出实际的努力，这就是吴生梅，真的。先给生梅一个掌声鼓励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下来。
来我想要带来这个我的第二张，就是这一次很幸运可以入围第29届金曲奖，在6月23号，欢迎大家可以在家里看那个金曲奖的实况转播。那然后这次得奖的这首入围这首歌就是《咱拢爱幸福》，想要带来这首歌送给大家，希望我们大家拢会幸福哦，大家都会幸福，谢谢。姐姐很快，后面那个穿黑色衣服的，你那个妹妹站很高的那个，对，叫什么名字？那个我吗？对，他叫我忘记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好，这个阿姨，这个姐姐，你说叫什么名字？那
啊，咱拢爱用吼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请那个我们台下的那个，给他一个奖。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咱拢爱用》吼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最近有一直在重播阿爸的愿望，然后我想带来这首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叫做《秋作》，送给大家。谢谢。推车的妈妈，在我正中间的妈妈，我想要送你一朵花，你推来前面好了吧？我觉得她带着那个小朋友，一直帮我挥手，好辛苦，谢谢。咿呀，天顶飞，有真多工课，日头落山，为着生活人拢死。新节快乐，梦爸爸，拢是父母，因大工的关心话，食的体贴，唱的大爱，拢是在陪，感谢过去付出无怨悔，我一生嘛拢真心爱你一就是吴雄老师帮我写，然后说，因为我跟我妈妈感情很好，所以就常常会写一些，我们的内容，就是生活的内容都写在歌词里面。真的。对。我这时阵行出来的意思就是讲，要先要恭喜你喽，入围金曲奖，然后再恭喜你。因为那个乔安现在已经先走，所以现在就我。他不是先走，他是先离开会场。他先离开，对对对。所以我现在可以先祝福他不在，只有我嘛。他不在啊，对对对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再次谢谢吴雄梅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，谢谢。
杨霞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我们的2018聆听黄金花语，看见花博在台中，谢谢我们今天所有与会莅临的每位朋友，谢谢我们的东区区公所，谢谢南区区公所。杨霞，我们指导单位台中市政府，主办单位台中市政府民政局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，感谢承办单位台中市东区区公所、台中市南区区公所以及承办单位台中市东区、南区各里办公室、各社区发展协会，以及部分经费运用我们的补铁水资源回馈金。感谢我们现场与会莅临所有的贵宾，所有与会莅临的市民朋友们，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美好的夜晚。提醒大家离开会场的同时，不要忘记帮我们做垃圾资源的回收分类，也谢谢帮我们把椅子叠好的朋友们，感谢您好。